突然发现我不光在游戏里是冤大头，我发现我生活中比游戏里还冤大头呢，兄弟们。我刚才突然翻出自己买过的所有东西，我发现都没用了，而且当年花了不少的钱，我现在准备给他打包都卖了，咱们看看都有啥，花了多少脑残的钱啊，兄弟们。这套已经给人拿走了啊，这是一套 GoPro 7，当时买了是为了拍 Vlog 的，结果发现买了以后拍着不如手机方便，一堆壳加起来当时一共花了4500多块钱吧，然后600块钱卖了，兄弟们啊。然后兄弟们往这儿看啊，滑轨，就是拍摄用的滑轨，499买的，一回没使过，送人了。三脚架800多买的，没使过。独脚架300多买的，没使过。斯坦尼康，就是把相机放在那儿拎着走的稳定器，最老式的稳定器，200多买的，没用过。这就是相机了，单反6D2，当时算上这一套小弹鱼501.4，好像是一共是10000多买的。5年了，兄弟们，快门好像没过1000次，这个镜头好像装上没过4回，然后后来感觉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，又开始买镜头，2470啊，花了11000买的，好像用过3回也不5回，反正没用过。70200，兄弟们，这个是去年买的，当时做服装生意嘛，想着拍衣服好看，结果刚买来服装生意就黄了，然后这镜头是15000买的，兄弟们。一共别说用了啊，插到相机过一共插过3回。稳定器，这叫智云的，兄弟们。然后买，你说买稳定器就买稳定器吧，兄弟们。我非得买个什么图传套餐，比正常的贵好将近几百块钱。然后好像这个稳定器不咋好使，装上之后相机抖，就再也没用过。这是花的冤种钱啊！更牛逼的是，我还给他买了两个箱子存放我的相机，真是硬实了，兄弟们。盒都在，打包准备卖了，这些卖个2万2块钱。还有啊，兄弟们，罗德的麦克风当时是买的1脱1的，花了2000块钱，现在突然发现当时自己怎么那么愚蠢，没买个1脱2的，现在我想换个1脱2的，这个东西打包一卖好像几百块钱吧。还有兄弟们，这小米手机当时逛商场的时候看了个镜头不错呀，哎呀拍照肯定牛逼顶呱呱，6999买的，在二手是4200吧，4700，这手机好像就拍过50张照片，亏了2000多，相当于一张照片50块钱，兄弟们，现在搁这放着看弹幕呢。买来当时想法是办公用，对吧？这个哎呀太高端了，办公室。结果买的，兄弟们天天就这么放着呢。iPad 反而是我使用率最高的，天天玩玩金铲的，看个电视剧。还有一个耳机啊，兄弟们 ，Boss 的一个耳机，这好像是第一代的那种，就是可以静噪的耳机，花了2000多买的。现在好像就600块钱吧，买回来用了几回，也就没用过，一直都这样放着。当时买的大疆，这叫什么灵动还灵眸啊？然后更牛逼的是，兄弟们，我还买了3块电池加一个联充，还有一个360，你买就买吧。他奶奶的，又买了一个镜头，这辈子咱也没使过，兄弟们，买回来没使过。这个使过几次，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跟手雷拌饭在洗浴用这个拍的，这个买回来没使过。好巧不巧的，该死不死的，兄弟们，你说咱没咋用过，还必须得买一个内存卡收集槽。哎呀，现在一看我这一地东西啊，兄弟们，真是脑瓜疼啊。更牛逼的是，我为什么会买一个保险柜，里面什么都没放过，为什么我会买一个保险柜，它用来放什么呢？现在真是想不明白自己的种种操作，兄弟们。哎呀，这么一算，兄弟们，只要说这两年没攒上啥钱呢。啊，你就说买这些冤种玩意儿，兄弟们，你说我这个购物思路咋想的，兄弟们，我真是到现在，我现在面对这一单东西，再说兄弟们啊，就现在面对这一单东西，我就是俩字儿想不通啊，为什么呀，兄弟们？还有一个兄弟们，哎呦，还有这有看着了，看到这个腰带了吗，兄弟们 ？SBD， 当时健身的时候，那帮好哥们说，你健身练腿练啥，必须买个这个腰带。兄弟们，这老厚大牛皮，买完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人家那个练举重他们用的腰带，兄弟们，啊，人练举重用的腰带，卖完了，兄弟们，刚才跑了一圈，清空了，卖完了，打包24000带走了。这个发这条视频啊，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意义呢就是忠告年轻人，可能你们挣钱了，或者你们这个喜欢什么，但是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买东西就给你们分享两个经验，第一个经验，要买就咬牙买一步到位的。什么叫一步到位的？当时有很多人给我介绍各种镜头，但是我毅然决然选择买了2470，
幸亏没选错，这些镜头好出手，而且比较保值。那如果买一些乱七八糟的镜头，说实话卖的不好卖，钱更亏。第二点就是不要冲动消费，男孩嘛，什么都喜欢，车喜欢，摩托车喜欢，自行车喜欢，电动车喜欢，手表喜欢，手机喜欢，数码器材喜欢，游戏喜欢，游戏皮肤喜欢，喜欢的东西太多了。我觉得看这个视频的更多的人，你去看看自己家里，可能会像我一样，或多或少种类不同，都有一些冲动消费买过来都没怎么用过的东西。你们想一想，这个钱如果留在自己身边变成更有意义的东西，是不是更有意义？所以说买东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，过了那个冲动的劲儿，再问自己这是不是真的需要。记住生活，兄弟们啊，钱是挣的固然重要，但是你挣来了能攒住更为重要。所以说挣钱容易守财难，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今天视频到这结束了，兄弟们，拜拜。